一分一分打，然后想怎么赢对方，想战术，听到观众还有我的队友一直在支持我，然后我也是没有放弃在场上的时候。现在已经拿了一个金牌了，然后就是告诉自己已经是达到目的吧，然后单打或者双打多加油吧，没有压力的打，来继续这样的加油。就立刻马上很开心嘛，就因为我们去年输给泰国，四强输给泰国嘛，所以今年终于能获得金牌是一个非常对让我很满意的事情。2015年的时候，我算是队里面最小的了，就那么多届冬运会也从中学到了很多，然后这次是就是带着我们比较年轻的队员。觉得他们发挥的都很好，也为我们团队这次的表现感到骄傲。当然，这次团体能获胜，给我们的信心当然会提升不少。我觉得我们的状态都相当不错吧，我希望能保持住。不过，就其他项目，一切从零开始，然后也会很艰难的，然后就是要做好困难的准备，然后还是要去拼，然后争取取得好的成绩。这次的话，其实拿到冠军，我是替他们，就是尤其是作为教练来讲的话，真的是非常开心的，也很欣慰。最主要的是这次拿冠军的话，是三个我们新加坡本土的球员，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大的突破。